就是那个马来西亚三幺吗？南投要先录，是哦，他先录，彰化先进，是哦。几点开始录？快五点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不要等柯文哲的话，其实应该早就录了。对。可是他等他来个好处，就表示说这场庙会是他授权的。就是他赢到国王的话，他可以帮他挂保证。今天上帝应该早就结束了吧？I'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.